虽然说父亲节刚过，还是要问问大家，您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模样？新竹静思堂的长照班举办了老幼共学的夏令营活动，要大家用一张图画来跟父亲道谢。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让大家很有感触，而年纪大的阿公阿嬷回忆起自己的父亲，如沐之情感动所有人。对父亲的思念，汪阿嬷大大的一颗心贴在卡片上。每次吃的什么芒果啦、莺莺啦，现在都是爸爸种的樱花香哦，他真的是尽下心的活下。勤奋养家的身影，更是让儿女们一直记到老。较早袂现年底，甲阮饲大汉的啦。你在车里看有家电，你有看？啊，这下子有树棍啦。新竹静思堂长照班老幼共学，要大家画出眼中的爸爸，道感恩。长者们的一笔一画，说的都是父亲最耀眼的时刻。如今来不及说的爱，都化为无尽的思念。今天这个活动其实很感动，就是画的时候我就受不了。爱要及时说，还在长大的孩子们童言童语更见真情。爸爸每天煮饭给我们吃，然后辛苦赚钱养我们。感谢您平时对我们的照顾，我以后一定让您过得比我们过得还要好。情恩重如山，不求回报的父爱，不分年纪长幼，都已深烙在心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彭惠美、黄敏祥新竹报道。